王一博的赛车纪录片曝光，今年五月份，王一博第一次以职业赛车手身份参加摩托车比赛，但比赛途中，王一博两次遭遇赛车故障，虽然期间一直在尝试重新出发，甚至在危险的下坡弯道尝试重新点火，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遗憾退赛。回到休息区的王一博躲在头盔里默默哭泣，让人十分心疼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